梁宗伟，你要说一下自己这样写完了这个春联感觉怎么样，希望想传达什么样的意境给大家？很难的，我怕我国小那个老师他又想要找我。不会啦，你觉得自己这样写完之后表现怎么样？其实蛮紧张，因为是站着这样写，我没有第一次尝试这样子写书法，所以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紧张哦，不过呢，这个现场的歌迷呢都表示非常的帅，而且老师也赞不绝口。老师，请问一下，就是这杨宗纬第一次哦站着写书法，表现给他一个什么地方？我也吓一跳，因为这个要站着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杨宗纬从沾墨开始一下笔，他就充满感情，跟他唱歌一样。跟他唱歌一样充满感情，充满感情。然后呢，下笔又非常大方，他不像那个很拘谨的这样子去，对，所以他的字呢，非常有潜力，有大派的。以他这个在这个书法上发挥的这个潜能来讲，我给他这个90分以上。哎呦，一点都没有虚假的，因为书法是我们是书法的专业，没错。从他这个潜能哈，落笔的这个大方，他是有大将之风，就像他唱歌一样充满情感。真的，哎，那杨宗纬真的老师这样溢美之词，给你90分的高度评价，感觉怎么样？赶快你也说说老师作品很棒之类的，欢迎。就是谢谢老师，可能要拜老师为师，就是书法。OK， 新的年度呢，这个除了歌唱事业蒸蒸日上以外，以后可以开发副业，好不好？就是写书法卖春联。那想呢？各位好朋友，对，应该像杨宗纬这样，真的不要担心以前那个国小老师是不是写你的字不好，你只要敢像他这样落落大方就写字的话，多加努力就能够达到满分。有自信的字就是最美的。再次谢谢我们的黄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那当然了，哎，老师麦克风，谢谢。哇，不过呢，真的提到老师给你这样子作品很高的评价哦，很高兴的，而且很谢谢老师。所以呢，这个新的年度，除了这个希望你这个唱片事业大卖以外，也希望能够多多有一些时间可以呢留给自己，可能可以来看看这些艺文的展览啊，然后呢更棒，提升自己更好的境界，好不好？那这个就祝福杨宗纬今天，谢谢。等一下要带歌迷一起导览哦。好，没问题。对啊，所以这个现场其实很多很有趣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就差不多请我们这个黄老师要做好准备，要这个带着我们的杨宗纬呢来导览一下我们这一些非常非常棒的书法家的艺术作品哦。那我们要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杨宗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呢，舞台上面我们介绍这个电子媒体朋友可以来进行一下我们的联访，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杨宗纬，辛苦喽。那呢，麻烦这个歌迷先现场不要动哦，大家先现场不要动，也不要推。